半场球这个基本上是防不住。对，李宗伟的这个突击落点也非常的尖，他自己本身这个防守的站位偏后，所以这个不太好处理。反拍挑底线出界，李宗伟19-15领先。这球应该是李宗伟判断失误，以为会出界。就差点又被扑着一个，对，李宗伟也比较擅长去抓这样的一个线路，就是我给你往前，然后我知道你也想通过往前来控制我，那我就提前准备。这个球也是李宗伟比较拿手的，对，他现在就是抓那两个点，就是我逼着你，我扑了你之后，你自己心理上面你肯定想着，那我下一拍我肯定就是起球，我不给你这个往前扑球的机会了。那他这下一拍他也提前这种判断到说，你除了往前你就是控制我两个后场，所以这个也就是场上的这种就是思路要很清晰，然后这种要打得要聪明的，就是这个体现出来了。但是今天和上一场比赛对印尼的时候相比，李宗伟就是自身的失误多了一点。上一场比赛他大概全场的失误也就是6个，对啊，今天但是这在这一局肯定已经是6个以上了，就是失误稍微多一些，可能跟今天场地的这个风向有一定的关系。李宗伟还是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比赛，稍后我们再来看两个人接下来的交锋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李宗伟和朴成焕进行这场比赛。第一局李宗伟取得比赛的胜利。今天李宗伟其实在场上还是控制朴成焕，只不过他自身失误多一些，对朴成焕的得分还是比较高，能够咬住对方。这局我们看朴成焕明显比第一局要积极一些，争取把速度能够加起来。刚才李宗伟这一下学的是哈菲兹，稍微有一点点像哈菲兹的动作，比那更夸张，更夸张一点。但这一局感觉李宗伟开局还是打得比较耐心一点，不会像第一局说好像比较毛躁啊，自己失误会多一点这种。他现在就反正我耐心的给你打多拍，我找到机会了，我可能我再想办法去突击啊，这样。因为之前的这种盲目突击可能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。哇，这球都造成对手的失误。